台风来了，关门窗了，收衣服了。下雨天还收衣服吗？台风马上来了，连着三个台风来哦，马上也要登陆一个了。风很大，海上很危险，不知道咱们渔民有没有回港哦。带着大家到码头看一下。我们经常讲风前以后哦，台风前和下雨过后，海鲜是非常丰富的。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个鱼，我买鱼啊，买啊，我买鱼。谁让你在这边钓鱼了？啊，孙子，你哪里的？我本地的。本地的，钓到没有吧？有啊，我经常都在这里钓啊。经常钓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吓我一跳。那没事没事，那就好。吓我一跳还行。哦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朋友啊，哎呦，台风抓不少。不用不用不用了。哦，不用，你不要搞这种了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你出去外面啊，抓个鱼不容易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了。哎呀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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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啊，辛苦啊。喂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打台风，知道没有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现在渔民已经回港了，风越来越大了。现在给大家现场报道台风哦，我们在海边哦，风比较大，风力现在变大了，我们马上要撤退了。前面还有民警，还有民警排险的，他们在那前面哦，帽子也没了。大家说吧，你看你下头那个台风很大，那个木瓜树，你看你不摘它的木瓜多了以后，风一吹它负担大了它就倒了。所以说我经常在视频里面跟你们讲的，要摘不摘台风来就倒，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告诉大家记得一定要远离门窗，在很多自然死亡的案例当中，很多人为了顶住这个门，台风的持续风力不可怕，它的瞬间风力是很恐怖的，所以瞬间风变大了以后，有可能就把人击飞，致人死亡了。所以一定要记得哦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，持续风力之下，瞬间的风力哦是很恐怖的。台风已经来了，老乡的机已经转移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种蛋的话，台风一打就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帮他抢救一下，把这个蛋拿好，要不雨淋的话再孵化孵不了了，坏的了。对一个老海南人来说。这只是台风来的前兆，没有雨，一会儿会伴随着大雨哦。台风最大的，我们在当地叫做横南风。横南风的阵风哦，是非常非常大的，它瞬间哦就可以达到登陆风力的更多级以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能在户外活动了。给大家拍完这个镜头，我们马上返程了。前面跟大家说过了，大风天千万不要在那椰子树底下，椰子树砸到头哦。那个是特效的，主要我们是科普安全知识，那些都是假的，剧情安排的。这时候讲了，肯定说一个椰子掉脑袋不可能，主要是给大家科普安全的知识。大风天哦，记得一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，你看台风来之前的宁静，一点风都没有。西红柿炒鸡蛋了，不知道大家每个人做法不一样。按照我的习惯了，先把鸡蛋小小煎压成块，然后呢，最后。跟西红柿在一起炒。
天搞了，美食都搞完了。嚯、哦，这种台风算什么？是啊。然后威马逊是建国以来的，这个圆规是五年以来。对。嗯，海南人见台风很淡定。大家看一下张记的小泥虫，富含蛋白质，是在美容养颜啊。风大哦，打倒小日本了！哎，打倒小日本了！哎，打不好，这个风，打倒了。等下，等下，我们去搞渔民，去拿渔，买渔民的人来。嗯。打台风，搞相机都试完了，刚才拍的，要洗一下。还有这电池仓，电池仓洗洗它一下。搞到台风就等着下雨，没有雨。海南人民就是这样的了，一边下雨一边洗澡，那很正常，省水啊，省水省电呐、吃饭跟下雨快搞了，他就是没有下雨，搞得浪费我们感情。你看，立刻想钓鱼，他都没办法钓，他在那里半天都不省水，他钓不了鱼哎。把那相机也洗一下，好像顶水哎，顶啊，肯定顶了，没办法了，打台风停水停电很正常的。